家好，我是梦姐 Rainbow， 没错，就是你听到的这种喜欢黑泡泡的 Rainbow。或许你们不认识我，没有关系，现在你会认识我。不要笑，不要被我可爱的外表所迷惑，我曾经可是一名短跑运动员哦。我是蜜蜂少女队的小彩虹徐梦洁，我特别爱笑，主要吧，我笑起来的时候眼睛就会没有，像彩虹一样弯弯的，所以大家都喜欢叫我小彩虹。彩虹有七种不同的颜色，每一种都代表着我的一项技能，爱笑只是我的其中一种，希望有机会可以在节目里给大家展现我的更多颜色。将，因为太爱笑，我的朋友总说我笑点很低，所以今天我就请我的朋友来给我讲个笑话。跟你讲个笑话好不好？一天，茄子走在大街，然后突然打了一个很大的喷嚏，他抹了把鼻涕，生气地说：“你猜说什么？”“说了什么？”“又想拍集体照。”“为什么？”“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”“一、二、三，茄子。”“乌龟哦，受伤了，让蜗牛去买药。过了两个小时，蜗牛还没有回来。”“他爬山了，我知道。”乌龟急了，骂道：“再不回来，就死了。”“我也不知道，因为这个上面写的就好像是。”你告诉我，哎，阿拉阿拉，那像你觉得上来你说吧，是三个阿拉甲、阿拉丙、阿拉乙。为什么？因为阿拉丁的哥哥。压抑美丁。对呀。我就是比较容易会笑过头，一笑过头吧，我的脸就非常的大，所以要用眼睛遮一下。但我是爱笑的小彩虹，也是非常爱跳舞的小彩虹。小彩虹在节目里会非常努力的练习的，如果你喜欢我的话，就请多多为我加油吧。